桌子上头摆满各式运动鞋、休闲鞋，还有儿童鞋，从幼儿到青少年的鞋款，统统都有。步步高升。金马影后陈淑芳到宜兰参与爱心赠鞋公益活动，更担任新北市乐心关怀协会爱心大使，购买200,000元鞋品兑换券，每券面额1,000元，希望抛砖引玉，帮助弱势家庭的孩子过年时能够拥有一双新鞋子。爸爸讲，咱好人哦，比咱家己更加欢喜，所以我在有生之年我还过得去的时候，就这几年呢，我还可以有一点点。过得去的时候，就赶快做一些公益。希望说，在我们的能力之下，让小朋友都有能够有相对能够得到了相对的福利哈。哎呦，够水噶！夸赞对方漂亮，还摆出俏皮表情。林姿妙与陈淑芳一见如故，拍照时亲密的互动展现良好交情。陈淑芳虽然出生在新北九份，但因为她高中就读兰阳女中，因此宜兰就像是她的第二故乡。感谢这国民阿妈吼，伊讲吼，因爸爸在生的时阵呢，讲吼。上届好命的人就是做公益的人，所以他今天都做到了哈。来当宜兰人，啊，这个金马奖影后是咱宜兰人，哦，咱宜兰感觉非常的光荣哈。施比受更有福，充分展现在国民阿嬷陈淑芳的身上。春节将至，希望弱势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够选到自己喜欢的鞋子，穿上新鞋，跑得更快，走得更远。民视新闻黄富义宜兰报道。